是有点懒惰的，不要这样早起身了。然后讲 OK 不用紧，但昨天已经答应了俊龙 OK 了的，所以今天一定要实现。所以还好不忘此行啊，认识到新朋友，然后不会辛苦了，还好啦，全部有团有照顾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呢又遇到我的噔噔噔噔学生他是我的中学老师，今天是不约而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巴雷部落一起登山，好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他认得出我，我不认不出他。所以证明这句很重要，证明我还很年轻，谢谢。登山星，我处女登山星就给了明度山，明度山 OK。哇，然后里面什么 pattern 的树都有哎，真的是大开眼界。我们住在市区的吼，真的是不忘此行，刷菇啊，真的是。然后谢谢俊龙的这个支撑杆，对吧？谢谢。嗨，我是小叶，非常开心今天跟着开心爬山队来到这个不入山爬山，阔别一年，别来无恙。今天呢，在大阪跟给亲爱的蜜蜂叮了两口，一个在手臂，一个在小腿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没有问题，非常开心。今天爬山流很多汗，然后也有不少的收获，还有很美的照片哦，你们一定要来。我很久没有来爬山了，今天我的体力很好，非常好，我到现在还不会累，超级好的。老师啊，还有我们的中国报记者俊荣哦，也约我们一起来爬山啊，是健康的活动啊，希望大家呢可以常来啊，还有我们师兄的带领，谢谢。我第一次爬今天。时光在流转。